打那个摩托车。我只有手枪，你们赶紧打他。倒一枪。他大概是放弃了吧？倒。没有，我不，他在第二栋，我在第二栋把他宰了。没有，我在这栋，死掉。哦、oh, ，nice， 没了。在第三栋，第三栋，围墙后面那栋，阳台。哎、欸，下面有。后面那栋，他后面那栋也有。他是被打了、啊，他们。我怀疑他们被打了。他们后面那栋刚跳下来一个人，看还是那二楼。是啊，直接死亡。那栋是上，那栋人直接死亡，第三栋直接死亡。OK。还有，应该在后面一栋。不过我刚刚看这栋后面那栋的人刚跳下来的时候，哦、在后面。死掉 ，nice。有可能有一个人跑出来。那个，我把那个水沟打死一只，打倒一只。OK。你看，你被对面打，小心。我们要上去攻坚。哦。又上一攻坚，对，他现在拉，走，你先上去。右边，在右边跑，右边往前。走，那个散弹枪，不要过去。继续，小心，先过外面。来了，来了，他们来了。手梯，哎、欸，他们两个在楼下。上来了。在右边了，倒一个。Nice、我没事。Nice。不要在这里，我怕对面还有人。好主意。估计在上面吧。哦 ，OK， 我没发现，我看到，在就在上面，就在上面。哦，对，我是。我回来，他们枪还好。他们是被打。没有，他们只是换枪打我们。不行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他们对打不是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先不要开枪，先不要，好吧。可以打中一枪。我再看后面。哦，我们往右边靠。我们去这边打，后面怀疑出现敌人。对，看到哪里？正上方，再往后跑。我看到了。哎呀，可惜差一枪。对，要多数后面。这是一级的，不行。我快不行了，我打了他两枪。你先回血，先回血。哦啊 ！Nice， 还有一个。Nice， 要赶快，我第二次倒。有，才过来。Oh no！ 啊，慢了一步。Shit！ 啊！哇，没办法，运气不好。又来一组。我讲效果。不过，你看到了？就那个多少度？我看到了，75度，对，那边的房子，就是很近哎，是一栋房子。哎，在房子一楼，两个，倒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另一个同样位置，不要打中一枪。哦呦，是，哎，哇靠，
对啊，我靠，他的 AK 没有一发不是打在我头上。我靠，那个阳台倒。哦、OK， 我没有场景，你打吧。啊，你完全没有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他停了，那个车停了，车停了。我丢了4杯，在停在很明显的地方。我看到，但我没看到人。我也没看到人。只能猜他是躲在那个车后面或者什么之类的。二楼，对，他们是被攻击的。Nice！ 我也正想开枪。他没头盔，特别惨那个。所以是里面没人了呢，还是？没有，甚至是里面，应该是我应该打死里面的。Okay。好逗趣的画面了。对啊，我都看到死掉了，他就死了。感觉很近，已经很近。我看到了，哪里？哦，我看到了。三几个，小心点，就集中一枪而已。他躲到石头还是？我不知道，这边是个下斜坡，玩到了。Kill！ 哇，他打我怎么那么痛啊？嗯。你先被秒欸、你先拉血，剩一个，会不会就是那台车那个人？就是那辆车那个。那我是不是该看背后？我稳一点，等我一下。我去拉三级盔，保险一点。可以。圈海很大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那个稳一点，贵一点。我三级盔有被我打到一点。不拿卡了，不拿卡了，没有用了。对啊，没有用。我们。你觉得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哨好？我不知道躲哨的好不好哎、欸。我们就往圈内最高的地方走吧。我们在哪里会最稳、最容易？我觉得就是圈内，然后最高的地方。然后趴着吗？不用趴着，就比较容易看得到任何地方。比方说这里，我觉得这里就挺好。我觉得他应该早就进圈内了。来，现在这个时间点，他应该要进圈内了。要不就是他在哨塔里。我要看的哨塔，目前没看到探头。我、哦、看到了 W 方向一棵树旁边。哦，这么快解决？我看到那个警局一个，哦也是，这边三个。我这 H 房有四个 ，What the fuck？ 我看到了这个城市里面，我看到五个敌人。教堂一个，我这边那边三个。你那边三个，教堂一个，你那边三个，然后警局一个。我先支援你好了，我先不打。可是我觉得你过来会很危险，就路上，因为他们都在 H 房里面。对，我觉得你再等一下好了，等这边再发展一下。现在这里还太落后，不值得来。哦，我了解了。我、哦、看到教堂上面那个人啊。哦，我居然把那高了。Nice。我操！那我去围他。我怎么办到的啊？两枪而已、欸，没有护甲、啊，五六两枪吗？是对吗？他可能残血，怎么可能？他没有打过架。我看到他了，可以，我把我隔壁这一组不知道在干嘛的干掉了，在哪里？在那个，在我的 S 一方向，这个小房子后面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我想往下跳下去。哎呦！哦，哎呦！在那个围墙，看他跑围墙去了。我要拉血。嗯。
，nice， 死掉了。有人，有车，哪里？一方向，山上。我、哦、看到了 ，buggy， 你有机会吗？哦，他们下车哎、欸，在看我这里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？ 一个人而已。140那个 buggy 旁边的树，倒，动动。他居然看到我，也是他打到我头、欸，他怎么那么厉害啊？他有透视确认。哦哦哦哦，队友在更山上。我血量不太够。嗷嗷！先拉个血。你先拉血，你先拉血。他队友，他队友绕跑。往哪边跑？左边跑。我先拉血，他被我，他队友被我打了两枪。OK。125。我看到。一个一枪头。咦？啊，死了！都是头。算他，点到脑袋。太小看我们枪法了。AK 这个距离真的是难瞄。对啊，这也是我不能 AK 的原因，就是在这种距离我都打不，我也打不到，我也点不到头。对啊。你还有下坠的问题。你好了，就上车吧。哎、欸，附近刚好车的声音。我也觉得。我看到了，来我们这边了。而且我们原本的那个房子有人。我。他没发现我。哇，房子那个居然没有死吗？车子中一枪，先跑先跑，这地方对我们不利，快快快，开车开车开车，快快快，走，我、哦、开车了，他们开巴士走了，靠我们这边来，嗯，倒一个，死光，呜呼，没有太多时间。嗯，不过我觉得他们应该要……哎、欸，你大补包几个？两个加一个医疗箱。前面石头，上面的石头 ，S 1方向那颗单独的石头，左边 ，S 哦、sorry S 方向。他看到我好像没有哦。我觉得应该有。他缩回去了。刚我觉得他应该有看到我。不知道右，不知道他对了哪里，怕是很闪。可能他只有一个，或是他队友跟他很闪，所以他先撤退，从那边推上去吧。嗯，直接上去。这前面倒一游，直接出去。我看到了，石头，石头。Nice。 哦，看到 SW 方向，一个人在跑，两个人，他更后面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看到我们了，倒一个，另一个在很后面，他真的从那么远就打我们。而且还有连发，好，他左边的树，他的队友救不了了，哎、欸，就堵那个树就好了，他被全逼走，我还不知道他在哪一棵树，他不会救他队友了，不用打了，不用去救了，他往左边靠，左边靠，他没有打我们，房子人在跑过来、欸，我看到了。是被人家打还是被我打？你先，我打那么准吗？怕了吧？没有，因为我感觉他受伤的时机点，有个 dial play 中是我刚刚那个的。对、啊，哦，那个人在茅屋，死掉。没事。他们在空地。死了吗？还没。没。
茅屋后面，二打一。我们先进我们这区的茅屋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个茅屋圈内他不是。快来！这边是唯一的那个了，而且那边视野良好。我先喝水。这个茅屋是唯一的最后的建筑，然后我们这边是还是高地。我们现在占尽优势。这个我们要是输掉，太丢脸。对。看着他就好了，不用跟他对枪，怕他有狙，等他跑过来再打。他并没有，怕他可能还刚还没捡呢，他那边杀了一个人，这是吧？这是狙吧？动了一枪打我，14秒，看右半，我看那个茅屋右半边。哎呦！他只剩一只手打了，我不想这样子，在这样的情况下跟他对枪，圈缩，准备了。跑右边 ，nice， 轻松解决。这种就是压制了，没有办法，他们的位置太差。Think about it, everyone tell you what I